谁呀？报警我。啊，这个。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是过来。还没说要二组，还没说要二组。还啥呀？二十高片的啊。没说要二组。伤快啊！啥物倒落去啦？这，比我还倒落，你靠地啊！是耶，用裤衩。我那个啥？对啊，空调。二十拢有啊。要裤衩吗？没没，那去洗洗了啊！贵嘞，我这边是买二十吗？十个啦，十个啦。来，要吃啥？让我讲啊，我见啦。无啊。飞机，飞青啊。飞青啊，好。你个人要吃毛肚，毛肚要吃一百了啊，见嘞。毛肚。这好吃起来，拢起来，拢起来，拢啊！这退冰最好吃，这有黑胡椒味香嘛。三百卖百五啊，开一百了啊，见了啊，见了啊，来来来，一百个要吃毛肚的，我一百块。来个呀。来一百了，一百块。上一起就好了。一百了，够了，要吃毛肚的无？两百，三百，四百，来五百。来五百，五百块。来毛肚够要来无？你是说什么完全？伊阿拢我袂熟个，真阿熟个。我是甲你直接你客，你客有两百了。好好。啊，你可以肯的，要来赚钱啊啦。来。我要来赚钱。来，阿红有要送啊？来。五二加三六啊，五二加三六啊，五二三六八四，八四加五八，哎，五八好收。安尼八九啊，这一百个买来无？起来啦，拢有啊，谢谢，收起来。来，飞蛋我先卡一个好啊，卡一个还袂有飞钱。啊，蛤蟆讲十个哦。来，这飞蛋上面就一百了，好啊。我叫我一百。来了没有？来了没有？来了没有？恁这老辈人家，你顶下会记哩？了饭后食黄的，啊要困之前食这粒青哦，啊食感冒药啊，迄你还记哩？了饭后食黄的吼，啊你暗时要困之前食这粒青，三百五百变一百了啊。看到没有？哦，你讲了感冒药啊，我吃安尼就对啦，一百了啊。他说你老啊老啊，一死个哦，哦，一百了，一百了。他不要无啊了。OK 啦 ，OK 啦，无啊，金妹啊，这是。最好吃，一百拢有啊！一百够买来哦！一百拢有啊，有就收啊，这对拢我认咯，袂心酸嘞，袂好爽嘞，啊收起来。来，这今仔我来讲啊，今仔早一收了，恁若买买紧买买的哦，无买着你的代志哦，这花生啊，这拢无饲的，啊这好食无？你家讲，我买几届啊？阮老客我买几届啊？我两分，买两分。没，这拢无饲啊！这等下你虽然打针就好啊，一波你一家你就掉呀，一支饲都无。这等下这无抬啊，你若要抬，我爱搞足简单嘞，摕一个刀啊，锤枪来无，去只钓落，甲土沤出来就好啊，唔免三秒，足简单嘞，收出来又唔用煎嘞。啊，一只阿姨啊，一只野生嘞，来唔免一千八百，三百外就好啊。来三百，咱们食花枪啊，三百，我这比巴只来巴油哦。你来就是两分三，你买你会当买当食饭嘛？伊阿爸真正是不待见。来，帮我收一下啊，啊，是啊，来，这大母的哦，这爸爸爸，不然讲哦，我再搁送你好不好？再搁你，你偷偷吃啊，全部四个平时嘛免四个啦，简单就好啦。伊买两分啊，我搁少一个啦。我是要卖你金家，你也莫考虑啊，开三百就好啊。分几块啦？最后一个上面三百块咯。阿姐，好贵啊，这个毛病。好，我来试。我有上到车壁到迄个，好好啊！我想要大声，看着较有感觉。喂喂喂，来交钱啊！来，啊，搁有搁买来无？是要卖你金卡尔，三百块了。工资啊，有工资啊，摕起。三百拢有啊，海鱼啊，三百块，无就收啊。个人要买试食看卖无？啊，无买一半百五，我等下先看卖，真正好食，包够甜啊。百五要试看卖无？收。来过来要吃啥？恁讲我呗。买啥物无？四月半啥物啊？四月半要吃三百了好啊。还有？退冰食只啊，无面无干。三百块了，这一包两包啊，这三包啊，这三包三百，外口大卖场一二九，三包你都要上七七八十。我家己加一粒便当钱出来，啊先加钱来啊，一包够你啊，好。你若吃啊，先来三块一瓶好不好？三百够要吃无？四月半最好吃哦。一包够你哦，三百了啊。到人要买两包吃好嘛，百五了。买两包，罔食，罔煮，罔食，百五块尔。阿姐，百五块买来无？罔食啦，阮白醋来当食，免煮啊。迄钱也留，伊莫搁扣啊。迄搭手机也留，嘛莫扣啊。迄归阮租尔，物件留阮遮拢算阮的哦。百五块买来无？收起来。来。有啊，阿妈来啊。好，阿公你
新加坡玩了，其实我阿爸也想阿公包蛤蟆嘞，阿爸唔惊阿公阿公包伊。阿姐，你要食啥无？我叫来先包蛤蟆。到人要食啥？伊这叫啥物？你知无？伊这叫迄个鸡腿啊，拢无骨咯，足好食足香啊！你食看嘛，这品牌百百款啦，啊啦。你要一包呀？两包了，包过。牛肉有啥物啊？无两包了。这一包二十块牛肉嘞哦。来鸡腿啥物食？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鸡腿给你啊，五支给你啊，六支给你啊，七支给你啊。我从古早一百件卖，你过来甲我买这价钱无同啊！我讲真啊，你卖即摆紧买买哦。你甲我买两百，人家我搁送你三支啊。这十支总去啊，两百了啊，啥物食？来鸡腿两百块，啥物食？这一箱起百三啊，过来起百三啊，真的啊。两百个有买来无？到人要买一百块试食看嘛，一百块试试看看。来，谢谢，收起。来，过来要食啥物？咸鱼啊，要食无？咸鱼啊，有要食咸鱼无？啊，做咸鱼啊，给我卖看卖。啥物拢甲卖，乌白甲卖啊？到要食咸鱼啊？阿爸红鸡也是。来，咸鱼有人要食无？三百五百面啊，这你一定爱买，两百了。卤的青鱼有人要食无？两百块。两百够要食啊！这一个含鱼啊，鱼两块四百几块，两百了。这两块搁送你一个人客了，两百块。两百人要食无？搁无人要来啊？来来来，啊无这块搁送你一个人客买两百块了。咸鱼啊，两百了。挪威青鱼两百块了。有啊。您搞要食铁路排骨？我的排骨真正嫩个香，你会当试食看卖真食。啊，我美女啦，好啊，你先蛤蟆好，伊先阿摸下啊。哦，到人要食铁路排骨，三百二啊，我要食排骨，我的排骨真正嫩个香，新价钱先啊两百了。一袋两百，两袋两百，三袋四袋，这五袋卖你两百，新价钱来，这两袋请你吃。这两袋吃吃，无吃后礼拜这五袋寄来，到人名字行哦，这两袋够两百块嘞。哎，铁路排骨够人要吃哦，两百了。两百块够要吃哦，两百块。这两袋够你哦。两百个要吃铁路排骨无？美女，这真多，我给来，这你真爱买。这外口你买无这个排骨啦？我讲真的啦，这个调皮你外口买无的啦。来两百个要吃铁路排骨无？这两袋够你哦，两百块尔。美女，刚好要试看嘛，真正我的排骨超好吃，你要尝试看嘛来无？这里全部给你，真正好吃，我袂甲我袂讲，我袂甲推销歹食，我后礼拜要过来，那我可能给歹食你。你要试看嘛来无？大哥，尝试看嘛。OK 啦，我等下八点你考虑一下。我等下八点，你八点之前我一个答案，我敢买两百块，真正好食啦，美女，好吧？你包过钱就好，好。哎呀，未甲你介绍歹食，你放心嘛。来，阿公收起。你放心嘛，你会去来啊？哦，我绝对无人推销歹食的物件。这阿四个老客户，逐礼拜嘛来买。来，阿爸红过啦。你这个品牌，这个罗格你会当来翕相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开这间公司门，看我敢是个叫阿爸王上关卡的一支啊。这支阿爸王你来讲吃袂下，上关卡的你也吃袂下，你阿爸王就卖吃啊，三百五百面啊，一包五的平钱了，开一百了，一百块少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上面是阿爸王的。无啊，一双双包，无啊。侪人我头下我那袂晓，那买几十块，迄袂迄一包，然后赚到一过量，迄免袂遐济啊。迄是讲价位，莫讲咱这淡薄你袂完啊，真正啊。有人叫迄个品质的吼，无人要客互你食。伊这海龟死哦，这就是炒嘛，还讲炒蒜头辣椒。啊，然后你甲煮海参嘛，足好食。这欠未欠到高一两块个，外口炒一盘百几，这一包炒三盘三啦，这无卡过你要参加你毛买哦。三啦加三啦，我的。加你哦。啊，这你今仔想要食啥？阿爸还卖了，我前两秒人我卖了，前两秒呢，你若行路阁行紧一点就卖着。全部三个平钱，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海龟子你要八块卖买哦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，人要食海龟子无？两百块了。包包，两百拢有啊哈。来，谢谢。来收着。过来，你想要食啥物？那时候你要骑啥物好呗？你要用装包去啊？对啊。你看几台车拢一包的，头迄个烟肠嘛总包，哦，啊，搁迄个糜叫六十包，铁路排骨叫偌济，迄单顶完成偌济，六十几哦，真正迄拢伊买的，
睇现场嘛，好装包镜系咪副现场咁啲？嚟睇下企嘅，阿姐，你今仔只啥物？伊只叫卡拉鸡腿堡，伊迄个迄支汉堡，迄搭底支鸡腿啊，即真好食，即新鲜的就好啊。三百五百块来啦，爱食来开两百了。有人要食卡拉鸡腿堡无？两支哦哩，三支哦哩，一支鸡腿啊，一个鸡哦哩啊，三百五百块来两百了。这两支够哩，一个人给两百块怎么吃？来两百块有要吃无？两百块，啊无是三支够送你，一个人给买就好啊无？来十支鸡腿两百了。阿姐，来两百块，这多好吃哦。即这间公司专门咧搞全台湾性连锁店，即单店一支四十块了哦。哦，你唔好看这设计袂起，两百个买来无？诶、欸，你搞人无买，想要买一百块，先看卖，先看卖，一百块试试看看。一百块我要试一下看卖，有啊、哦，谢谢。啊，月亮虾饼几多？他说你收起来。诶、欸，你搞要食月亮虾饼？伊这内底一包内底有两袋，内底每一包拢有泰式酸辣酱，整个真正的泰式酸辣酱听起拢啊南味，啊超好食。这一袋我啊餐厅只敢收百二啊，这内底两袋鱼啊是加鱼啊是多四百几块，唔免啦，三百五百拢唔免，我这两包收上，四包八袋，全部遐个当退钱哦，两百了。来月亮虾饼，这超好食哦，你若要收啊，赶快拿风控啊。来月亮虾饼，个人要食，四包八袋总计两百块，两百块还有人要吃吗？月亮虾饼。拢有啊，到人要买一百块，吃看卖哦，一百块试试看看没有关系。一百呢？一百你吃看卖，一百块试吃看卖，无要紧，一百块，一百拢有啊吗？有人要搁试吃无？无我就收啊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来，继续收钱。来，过来买啥物？蛤蟆好，起起本本的。到人要吃鲍鱼。这鲍鱼退冰冷冻食，这免阁煮啊！这一条鱼也五啊，这拢该切好啊！鱼也五加鱼也偌济，唔免五百，两个人加买就好啊，三个人加买三百外就好啊，三百上面一个鲍鱼。